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在台北。今天我们把它好好的全部把它搜罗出来，吃得出它的扎实度，一吃就现磨的，非常的爽脆。老板，这个叫做它的虾子非常非常的弹脆，看起来他们不用帮吃。煎炒鸡汤面，第五碗还是第六碗？它真的不会腻耶！我到底听到了什么？第四碗、第五碗开始不会腻了。老板呢也为我们特制了一个扭牛巨塔，这里面那个汉堡肉超嫩的啊，牛肉好吃哦！吃到饱最怕看到校队，竹围高中角力队。现在目前大胃王还不见得会赢哦，大胃王呢已经在挑战最后一个部位了，校队最后一片拿起来了，到底谁可以先吞进去呢？欢迎收看《大胃王来了》，东西君。现在呢，我们在台北中正区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在台北，我们要在这个台北的美食地图里面呢来搜罗最好吃的东西。今天我们的来宾呢也是非常有来头的，而且呢跟时尚呢也是脱离不了关系。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时尚主持人荣嘉。耶，嗨，英俊哥，我是时尚女主持人刘荣嘉。你怎么这么瘦啊？我的天哪！其实我就是吃不胖。但我觉得你今天的衣服少了一个穿搭会更时尚。少了哪一个？对，就是这个。当然，原来是这个。好，今天要担任我们的西军的队长了。OK， 你平常食量算大吗？算小，跟大胃王们比起来，我差不多是鱼。今天让你见识、亲眼目睹大胃王到底有多会吃。好，让我们欢迎一下他们，好不好？欢迎黑泽、阿妹还有小慧。你是彰化，你是高雄，所以对台北也比较陌生，对不对？对，其实有很多行来的美食，你们比较不知道，对不对？嗯，知道。OK， 今天我们把好好的全部把它搜罗出来，好，好来挑战一下。好，当然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的特别嘉宾会来跟你们挑战。OK， 会很期待吗？是我吗？我比较怕，没有关系，不是我，我们 level 是一样的。我想说应该不用比，我们不加入战局，我们当关主就好了。OK， 准备好了吗？好了，出发。大胃王组队挑战美食，霍彦均为东军，刘荣嘉则是西军，各安排两项美食关卡，大胃王合力完成挑战，可获得关卡指定好礼。第一家店呢，由我来介绍啦。这边呢是中正区的台大商圈，这边有很多的转运站，对，所以不管是上班族啊，或者是学生啊，都常常在这边转车，甚至呢晚餐就在这边解决了。是啊，所以这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超级多。但是我们今天来这个还蛮不像这里会看到的。呀，这家店呢只开了三个月，而且这家店呢是卖和牛，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高级和牛料理。除此之外呢，在吃饭之前呢，老板呢会先把原牛拿上桌给你拍照，拍完照之后呢，老板再料理完再让你好好享用，就在这边了，好不好？咱们来看看吧 ，Let's go。第一家就来这边吃好料了。这家店呢，他们这边的牛肉呢，和牛呢，比外面的价格呢，几乎是一半的价格。哦，你说卖给客人？对对对对，压低就是售价是一半以上，因为他们说他们就是把这些成本呢，全部放在牛肉上面，不是把它放在宣传上面。哦，所以呢，我们吃到的都是扎扎实实的。空金白银的和牛，真材实料的。然后呢，这边很厉害哦，哎呀，这一盘呢，综合的，哎呦，有横膈膜，还有乐眼，还有纽约客跟牛小排。哇，横膈膜先来一下好了，哎呀，好。感觉很少吃到哎，是的，油滋滋的感觉。很多人特别喜欢吃牛的横膈膜。嗯，应该吃起来口感会稍微比较有带劲，对不对？而且它的肥肉部分也很少。它这个高温这样子喷下，就这样烤完之后呢，它的油脂散发出来，在你嘴巴里面，你不会觉得它很油腻的感觉。哦，很重要。完全不，而且重点是我还没有加海盐了。哎，各位你知道吗？他们这边海盐很讲究哦。是的。你看，它有柚子盐、大蒜盐，还有七味葱盐。来个柚子盐好了，这个感觉会清爽。而且它的柚子盐上面还有柚子哎，下饭，这是柚子皮吧？应该是。哎呦，原来台大生都吃那么好。
对啊，跑跑撞撞可以好读书啊。而且我刚刚看他们价钱是真的蛮惊人的，价就学生吃得起的，看着脱衣就分离哦。怎样啊？好吃，牛肉粉好吃，幸福感都来了。牛肉粉好吃哦。哎，我们就是一直在分泌口水。它好柔软哦。我发现牛小排它是属于比较有厚度一点的感觉，吃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有感有劲儿哦。这是可以融化的那种，这一定是下饭哦。这是热盐，那加另外一种盐好了。哦，这是七味。七味，那就七味好了。一口啊，嗯。啊。我也是的。我觉得燕君哥不要再嚣张，那个像人家冒烟了。你说加那个盐，那个盐是我女儿小时候很爱吃的那个海苔盐的感觉，所以要找女儿的回忆，加饭的那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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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吃，嗯，好吃。我觉得这家店很厉害，每个部位都非常的好吃，而且给我们那么多盐，配料感觉也蛮厉害的。我吃一下哦，终于可以吃。哦妈呀！嗯，而且他们的小菜我们都是配那种比较解腻的。这个套餐是什么？这个有点夸张哎，这个。这个是我们针对大胃王的活动，一般的大胃王，坊间的大胃王，大家只要食量稍微。比较大一点，其实我们都可以进来挑战看看。这几人份啊，跟个人餐相较起来，大概是3到4人份。而且你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啊？这个好酷哦，这个是那个牛杯杯的头。这个对我们特别就是针对。哎，对，这个，你怎么有这个？我一直拿了很久呢，我就很想在这一刻拿出来。OK。我们就是想说针对这个汉堡排做一个比较可爱的造型，这个造型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开发的。哦。所以它变成到我们这个同心状态。哦，所以如果要来挑战这个，不用带学生证，一般人都可以。不用，只要先提前预约就可以。有谁想吃吃看？我。好，来。看起来要超可口的。哦，一次吃一个。来，你们要不要？你们要不要？哎，这个根本就是汉堡肉了。对啊，对。好可爱哦。哎，闻起来超香的哎。是。就是看。点解？怎么样？感觉？什么感觉？那里面那个汉堡肉超嫩的，然后它那个牛油香气超香哦。黑泽哥，它旁边那个焦焦的，非常的好吃，而且带着和牛的香气。哦，所以你们在加他们盐。我现在吃这个葱盐。葱盐，因为我觉得它里面除了单纯的肉之外啊，因为它的肥瘦比例很好，是咬下去虽然里面中间带一点点水分，嗯，是水度很高。然后它的酱汁里面是有点点甜甜的，有点点淡淡的蒜头的味道。在这边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好好来挑战一下这一家，这家老板呢也为我们特制了一个分量很特别的一个牛排，要来给大家挑战。而且呢，我们今天有请到我们重量级的嘉宾要来跟你们挑战。哦，来挑战什么呢？哇塞！名牛青史。完了，包名牛青史呢，我们推出了我们本店呢最强的6个套餐。我们今天呢请了大胃王的嘉宾，他们非常的厉害，你们知道吗？吃到饱最怕什么？最怕看到笑对。来，我有感到一股热气，就是他们很饿的感觉。对，角力跟柔道有什么不一样没有？角力是。一样跟柔道是一样，是技击的，是两个人进行搏斗的。是，然后柔道是要抓握柔道，把脚力穿紧的，然后是控制关节处，然后把对手抱起来，所以每个动作都会有关节。哦，所以说脚力只能抓关节，柔道只能抓衣服。对，抓衣服，然后是做摔打。哇塞，那你觉得你们今天有机会获胜吗？有，我们谢谢。有，伙伴给我们大胃王。会。好，我们名牛青史怎么挑战呢？我们待会呢，我们的角力队还有我们的大胃王队6位对我们的3位要同时要来挑战我们的全牛大餐。头的部分呢，他也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哒啦，就是我们。扭牛巨塔，这个就是我们的全牛拼图的最后一块拼图。刚才我们试吃的时候是5片嘛，对不对？老板呢，现在是 double 的，十片的。OK， 越来越高。这算是最后一棒了，把它吃完之后，把这个竹签拿起来，完食。两边都已经准备好了，名牛青史准备好了没？好了。Ready。Go！ 黑泽是纽约客，是。然后小慧的战术呢是先吃小菜，先吃小菜，先开胃。我们的选手是先切肉，哎呦，他有策略的。对，先把它切成，然后再一个赶快这样放进去。呀呀呀！
然后我们这位也是冠军的同学，现在目前吃的是萝卜，他也是选择开胃法。时间目前只过了一分钟而已，好想说他的肉没了。裴哲，你的策略是先把肉给吃光，然后接下来直接吃饭。你也太快了吧！现在同学也开始在吃饭了，以套餐的方式慢慢吃，因为他们一个人平后面还真的蛮饿。对他们平均一个人只要吃一个套餐就好了。我们当晚一个人平均要吃两个，没错。台面上看起来的话，小慧有快一点点。哎，其实我以为那个学生们吃饭会很快，但他们其实是还蛮安静，然后又、啊、又你知道恬静优雅感。是。好，小慧现在目前把所有的高丽菜丝都放下去，然后接下来小菜，我觉得他小菜也要倒进去了。现在阿丁的速度很快哦，伟翔把饭给吃完了。我觉得伟翔待会如果把肉卷起来就会很快。哦，哎对哦，他把这一片的嘛。好，小慧剩下最后一碗汤了。好，金金嘴巴就结束了。好了，一个套餐目前花了3分50秒，现在目前同学阿丁，阿丁也快结束了。小慧完食内腹。我现在直接吃了吗？可以。伟翔是不是要吃完了？伟翔也快吃完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黑泽也完食，黑泽的纽约客也完食了。哦，他结束了。伟翔也完食了。内部有完食了，是不是？好，来，恭喜阿丁。阿丁完食的是纽约客。好嫩的。哦，小慧现在目前的这个是热眼的部分。嗯，小慧又开始了。好。他把肉整个卷起来了，下一步的时间6分整。现在小慧呢在挑战今天的第二课，现在热眼已经全部吃光了，现在只剩白饭了。真的好强哦！一眨眼的时间。金龙现在目前在狂嗑小黄瓜，感觉小黄瓜很脆的感觉。哦，感觉他的策略是小菜。哦，黑子刚吃完这个牛肉，你觉得如何？他们这家的牛肉？我刚刚以为我会要扯那个筋，可是他断筋断得好，然后超嫩。哦、oh, ，也就是他们其实处理肉处理的好。阿丁，刚有饱吗？没有。在压迫。哇、哦！讲话很嚣张哎。哇、哦哦、那你呢？也没有。那你们其实很期待可以继续再吃，是不是？还是我们下一家跟我们一起去？欣然同意。饿了3天，就吃一个也不够。现在时间目前9分10秒。Go！ 现在目前刀龙还不见得会赢哦，待会呢我们黑泽上去的时候速度一定会比刚刚再慢一点点了，因为现在肚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套餐了。没有啊，他整个在那边完全不会。我现在很期待小慧完食10分整。好，小慧完食的是乐言。好，黑泽上场，黑泽要挑战的是一板。阿妹现在饭里面放很多辣椒。哦，阿良要吃完喽。金龙也快吃完了。哦，完食。好，阿良完食。阿良，你的贴纸。好，金龙，1、2、3，啊啊！金龙哥完食。牙齿。金龙完食的是内腹。恭喜哦。好的，下一棒，阿妹也完食了，外腹也完食了。阿妹继续要来挑战的是前胸。竹围高中这边呢，就差一板。还有一个前胸，还有前胸。对，现在目前大胃王领先了一碗白饭。哇，黑泽很厉害耶。刚刚你们吃完的时候，觉得牛肉好吃吗？非常好。还会饿的举手。想要再来一份的举手。真假的还会饿 ？Wash， 好，一百完食。除了和牛六部位定时，还需要合力挑战由10片和牛肉排组成的牛牛巨塔，才能拿到最后一张头部拼图，获得胜利。好，现在目前呢，我们大胃王呢已经在挑战最后一个部位了。扭牛巨塔还有前胸哦，哎，他被不要这样，你不要跟人家抢，他早餐也没吃好吗？想换人，于林要不要换人？如果想换人就举，要不要换后面的同学，好不好？好。阿伟也即将完食了，阿伟的一板目前时间17分30秒，哇，厉害，有大口大口，整口整口。哇塞，真的饿到了！等一下，你们还有一个扭牛，还有一个扭牛汤，还有一个扭牛巨塔，可以大家一起分。金龙的前胸即将挑战完成，18分40秒，同学的扭牛巨塔登场。好，扭牛巨塔有1.2公斤的肉哦。扭牛巨塔，因为扭牛巨塔是可以团队合作的，可以大家一起吃的，所以我们的扭牛巨塔呢，现在目前的大胃王吃到只剩最后2片了，3片。但他们有5个人，我们这边5个人，一人只要一人吃一片就好了。2片。好。阿妹的前胸也完食，最后一块拼图，看谁能够完食。同学加油！阿伟 OK 了。OK， 同学这边的一百也完食。同学现在正为了终点而努力，
两队都剩下最后一块拼图了，看谁能够最后最先完食挑战成功。校队最后一片拿起来了，快了！哎，你们有大胃王最后一块已经拿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三位要一起把嘴巴打开才算哦。大一点，同学也即将完食了，到底谁可以先吞进去呢？好，小胃完食。大胃王完食，目前时间21分05秒。同学，还有，没关系，不要逼他们。没关系，没关系，慢慢咬，慢慢来，慢慢来。好，校队也完食，21分54秒。好，两队呢，目前呢都已经完食了，两队的时间呢相差了50秒，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第一关是我们大胃王获胜，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关的奖励是什么呢？指定帮吃呢，等一下呢，在这3关里面呢，你们可以挑一关，所以呢，先用掉就没有了，好不好？好，下一关 ，Let's go。接下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长春市场，对不对？对。龙家带我们吃什么？长春市场呢，有一个很厉害的肠粉店， yeah. 据说是由3个帅哥就是创立。是。同时呢，他们的肠粉跟一般我们市面上见到的肠粉不一样，它用中药材来调制他们的汤头。是是。同时口味高达好像有10种，而且每一天呢都是用新鲜的再来米去把它研磨，然后客人点了以后他们才蒸给客人吃。自己做的，所以我们都吃到热腾腾的肠粉。没错。OK， 我们来看看哦，来。他特别讲，他们叫做广式肠粉，广式的哦。以前像我印象中的肠粉，就是那种叉烧啊、虾仁，然后会包起来有油条那种。是是是。他们刚刚说，其实这个是香港的吃法，是。但是广式的肠粉呢，他们是把它拿来当做主食的。广东的肠粉，他们不是拿来当那个一个点心。哦，我。它里面是没有包东西的，对，它是独立肠粉啊。港式的就是包在里面，对，然后所以广式的它肠粉比较独立，厉害厉害。它里面就是会有料，所以它会有汤的，还有干的。来来，直接来吃吃看，吃吃看。好，那先看你吃。我先吃麻辣的好了，直接进攻麻辣的。嗯，看起来很辣，吃起来辣的我最爱的。这家店老板他说他们是从广东学来的。OK。哎，来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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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魏很惊讶。他们特地3个年轻老板特地去广东学。去广东学的。他们的辣呢是做成是那种四川麻辣锅的锅底的味道。接下来换你。好，那我要来吃的这个是干的，它是麻酱口味的。哦。然后老板刚刚有特别说要拌一拌。麻酱。感觉不错哦。哎，其实真的跟我想象中的麻酱不太一样。哎，因为它的麻酱配上那个中药调制的那个汤头，嗯，它就平衡了那个麻酱它比较甜的那个状况。哦，所以它就是有点甜甜，然后但是带有一点点厚味的那个咸。老板你好，我发现你们的肠粉里面好像有些秘密，我们刚好没有完全讲到，对不对？你们有加鸡蛋，还有。青菜、卤味，那像麻酱口味、原味，还有麻辣这3个口味，就会再加一些少许的肉末，腌过的肉末。哦，然后现在还有泡菜的，是因为因为现在韩国很红，是不是？对，而且吃泡菜的真的很多人开胃，对，开胃用。嗯，觉得泡菜应该会很好吃哎。它的泡菜有点点酸酸的，有点点甜甜的，然后吃起来又脆脆的，咬下去的时候。它那个白菜的那个水分啊，还是蕴藏在里面的。哎，泡菜加肠粉好吃哎，好好吃哦。哎，我跟你讲，它有另外一个成本更高的。哎，什么东西？你们有卖蚵仔煎的，虾仁煎。虾仁。老板，这个叫做虾到爆，真的是虾到爆哎。对，虾子超过50只。50只以上。然后我们的虾仁不是用那种一般泡的，去头去尾的白虾，你们吃就知道了。哇，它虾子真的是整个布满了那个。肠粉就好香哦，对，好香，哇！各位，它的虾子没有在马虎的哦，嗯，好弹哦，头去尾来香哦，它的虾子非常非常的弹脆，而且老板调完味之后，那个虾子的鲜味还没有被盖下去，这虾子真的非常厉害，吃得出它的扎实度跟酥度，嗯，非常的爽脆，有够好吃的，天哪！谢谢谢谢，那你不嫌弃？没有，每个口味都好吃，好吃，嗯 ，OK， 准备好要来挑战了吧？好了。卧虎藏龙，是的，就是那肠粉的肠。哦，肠粉的肠呢是计时15分钟。是。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一关的成绩会影响到你下一关的挑战。
你们有一个指定帮吃，在这里。OK， 那这关的指定帮吃呢，我个人破天荒的自愿，好不好？真的，因为这间店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因为他当自己客掉一碗，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三种口味，泡菜、肉片，对不对？好，还有麻酱。好 ，OK， 准备好了没 ？Ready， go。好，现在呢，黑泽拿的是泡菜，小慧拿的是肉片，猪肉的，猪肉片，然后我们阿妹也是肉片，而且他们刚其实是很贴心，就说因为刚吃很多牛肉，所以让他们吃猪肉。哎呀，真贴心！45秒完食，小慧第一碗，现在目前第二碗喽，来，我把你黑泽要吃完喽。其实我觉得看起来他们不用帮吃，哎，还是我们直接跟老板自己 order 自己来吃啊？你可能吃不到。而且老板这家的特制辣椒也非常好吃。他要吃完了啦，够味。1分40秒，小慧完食第二碗。小慧接下来拿起来是麻辣的。OK， 阿妹第一碗有完食了。好，现在小慧是拿麻酱的，我们阿妹也是拿麻酱的。对，黑泽在为第二碗泡菜努力。2分整，黑泽即将挑战第二碗完食。黑泽也拿起第三碗了，黑泽第三碗依然还是泡菜，想把这边泡菜喝光。小慧连汤也不放过，喝完了。小慧拿起了第四碗，2分50秒，到底可以为下一关争取多少时间呢？加油哦！恭喜哦，这些人呢？你刚吃的麻酱，还有刚刚那个肉片的，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因为猪肉它酱汁比较多，然后酱的油葱酥把它吸得饱饱的，就让它的那个糖粉变得很有味道。是，那麻酱它的麻酱呢很浓，带点汤在里面，加上青菜，再配它的独门辣椒，这整碗会很加分。3分50秒，小慧即将完食第四碗。我可以拿手机录他们吗？可以啊，可以，你不要逼我们节目早播就好了。好，黑泽再加一，黑泽接下来要换口味了，要拿肉燥了。吃了四碗泡菜，现在如何？它那个泡菜搭配那个蔬菜很形状对，下面前8分整，阿妹第三碗完食，哎呦速速九，1、2、3、4、5、6、7、8、9、10、11，目前完食11碗，12碗了，现在已经累积12碗了，也就是说他们下一关已经可以多3分钟，现在继续往20碗多5分钟迈进。哦，吃不下了啊，吃不下。好，不打扰。我去旁边点一碗。算了，为什么不点一碗？因为老板说他们没有碗呢。哎呦，拿去洗。所有的碗全部在这边了，没有碗了。目前11分50秒。哎呦，他又吃完了。小慧再度玩11碗，拿起的是泡菜。第九碗呐、啊？你吃第九碗，你有算哦？对。老板，小慧已经吃完9碗了。高啊！13分整。目前17碗，还有2分钟，3碗到底能不能够达成呢？加油！小慧现在第9碗已经快完食了，即将拿起第10碗了，又是一个人的武林。时间来到最后1分钟了，黑泽已经开始扭动他的身体了，看来食物已经下不去了。那我觉得男生比较怕热，没办法吃太多。对，体能会消耗。时间还有30秒，18碗，10、9、8。7、6、5、4，最后一口，3、2、1，停。我们来算一下 ，OK，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刚好15分钟挑战完食。20碗广东肠粉，好强！而且没有帮吃，然后还可以多加5分钟。下一关呢，他们获得多5分钟挑战时间。还有这个呢？还有指定帮吃。接下来的话，我们东军啦，我要来好好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这地方是在双连跟中山捷运站的中间的地方，然后在我这身后这一间呢，各位。看起来是非常像日式的拉面店，我觉得你很像里面的服务生，有笑声，很适合哎。但是你知道吗？他这家店叫做老火房，老的意思呢，它就是客家话的奶奶的意思；火房的意思呢，它就是客家话的厨房的意思。所以希望老板说，希望来这边吃饭客人呢，都很像回到自己家里奶奶的厨房吃饭的感觉，好温馨哦。就是来到这边就感觉像家的感觉，就对了。日式拉面的外观，可是它里面的东西呢，有家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特别的料理，我们来看看。好，走。
哦，非常有气氛的一家店，啊、真的很有家的感觉，对不对？而且呢，你会发现呢，这家店虽然呢，它的装潢摆饰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日式，但是呢，你进来以后你会发现这边的每个小角落其实都有台湾的一些古早味的尝试，比如你看这个，可爱这种筷子，你看这个筷子就是玻璃罐，然后这个筷子感觉就有大米的味道，好想要这个筷子啊、哦，好古早味的感觉。很多客人来就会很想要这个筷子。哦、oh, ，对对对，而且它后面你看这个窗户的这个花纹也都是那以前的玻璃呀，很古老的，对不对？还是怀旧风。就在家里面吃面感。对对对对，你点的是？我点的是火房老面。然后我点的是仙草鸡汤面。哦、就是他们的那个招牌，我要先来喝一口汤。哎呦，内行哦。感觉很浓稠。然后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对，还有一个那个水果香吉士。是吗？有柑橘的那个皮。哦、它撒在上面、哦、所以它就很清甜哦。然后因为它是那种老母鸡熬的鸡汤，是是是，所以它其实是汤头非常浓郁哦。他们鸡肉真的是感觉好像鲍鱼的感觉啊、哦、是酥肥的酥肥鸡肉、哦、那一定很嫩、嗯、很嫩、哦、而且因为它有炙烧过，嗯哼，所以它就会有那个旁边炙烧的哦。你看这鸡肉的纹路多漂亮啊，真的哦，多美。这样这颗哎呦像是一个那个鸡肉丸子，鸡肉丸，感觉手工呀，因为它太 Q 弹，好 Q， 好 Q， 它里面有花枝哦，是吗？哦，所以就是你边嚼那个除了鸡肉本身的那个味道之外，就会有花枝的那种鲜，但是它很完美融合在鸡肉里面。哎呦。面条，我觉得中山站这边现在非常多的那种年轻新血注入，知道没有？虽然很怀旧的东西，但是它就有新的 DNA 在里面。没错，这样的怀念，然后跟创新结合在一起。对，对，然后温故知新的感觉。哎呦，我是要说姐姐给过，姐姐给过，面好吃哎，姐姐 pass 可以。对，我刚刚在欧本的时候是不是讲说，他们这家店呢，他有放一个秘密武器在里面，就是我这一碗。仙草，他们的汤头里面有加一点仙草，仙草呢可以比较可以抗燥热哦，比较吃起来哎、欸、对，清凉酱，退火解腻。而且别的地方我喝过有仙草火锅，所以仙草拿来入料理是 OK， 然后那个食材会让那个仙草更好浓，味道更鲜甜。哎呦，它有。怎样仙草蜜，它有重重提起轻轻放下的感觉哦，很会讲，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味道感觉很 heavy 的感觉，可是你在喝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欸、很爽口很清爽的感觉，仙草奶油、哦、好喝对不对？好奇特，其实它是有淡淡仙草香，超妙的，它很像香水，它有那种前后中味、啊、就是可能前面会觉得是有一种鸡汤，但你嘴巴留在里面的是那种甘草香，就是很奇妙。当然，阿嬷推荐，这好棒、啊！里面是萝卜。阿嬷推荐的辣椒，花椒油，原味吃完之后加这个，我这样子，哦、我闻到了，我这样撒下去之后，一滴而已。哎、欸，我在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汪加太多了。哎、欸，我刚加一滴在这个、啊，没有很辣，可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提味的效果，就是它有一个叮。就刚刚那个铃声啊，我跟你讲，他们的辣不会让你说真的会辣，让你流眼泪啊，喉咙不舒服，而且它的辣椒是不会盖掉它原本它汤头的原味，还有它鸡汁的香气在里面，好吃，超爱的。哎，你知道吗？我在网络上面看啊，他们这个鸡肉饭超厉害，看似平凡的鸡肉饭，可是它非常的不平凡。哎，重点是它的白米饭啊，是用鸡汤下去煮的，不是加白开水下去。是，一般来说都是用白滚水。但是头家是用鸡汤，鸡汤还有鸡油，哎，对，然后它是鸡巴嘛是酥肥的，好吃哦，哎，你知道吗？因为它每一粒米都有鸡油的香气在里面，但又不是那么的夸张。然后呢，炒的时候呢，再把那个菇啊，还有那个青菜的香气整个炒出来，然后刚好全部都焖在这个饭里面。我喜欢吃晚饭，而且它里面还有蔬菜，是咬到那蔬菜狂烤红的口感。好的，欣赏哦，很多蔬菜，不得了。我觉得这碗饭的调味呢，就是完美比例。真的，粒粒皆辛苦，粒粒皆幸福。哇，好吃，舍不得吞下去。我们要来挑战了。好，好，我们挑战。台式拉面店会出现什么挑战呢？广告后马上回来。
耶、yeah! ！飘飘欲仙，仙草鸡汤的仙，然后等一下呢，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命运大转盘。等一下呢，我们每一位大胃王呢，各转一个数字，加总起来呢，我们大会的规定时间呢是30分钟。好。但是呢，你们刚才呢，有获胜，所以呢，有多加5分钟的挑战时间。所以呢，总碗数在35分钟之内挑战完成的话呢，又有 bonus， 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指定帮吃，还没有用的，也还没有用到。我们来先请我们的阿妹，好，先来转啦。好，1、2、3、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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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感觉是六哎，六，不会是六，不会是六，你看吧，一二三，六，准备好了没？好了 ，Ready Go。OK， 还有一个指定帮师啊哈。OK， 他们现在呢，我们老板呢为他们准备的是十四碗的仙草汤底的鸡汤面，加油！仙草老面。是的。哎，彦君哥，你要多点什么吗？有麻辣鸭血。你要麻辣的吗？嗯，好啊。那我们点一个麻辣鸭血。麻辣鸭血，谢谢老板。真的好。好吃。他要吃完了啦。在你吃一块豆腐的时候，时间多少？现在时间多少？1分16秒。1分16秒，小慧即将完食第一碗。1分40秒，小慧完食第一碗。来，谢谢。我们14碗现在也减一喽，剩13碗了，加油！黑嘴快吃完了，黑嘴即将快吃完了，我们汤不用喝完喽。真的很奇特，就是它的汤很浓郁，可是带有点清爽，哎，它的仙草是会回甘的，是不是很奇特？我刚刚喝第一口就觉得这太奇特了。黑嘴也完食一碗，2分25秒。到底35分钟，我们三位大胃王能不能够完食14碗的汤面呢？好，再一碗，小慧的第二碗即将完食。阿妹，然后阿妹是，他把椒油当那个汤底了。对，他把那花椒油，每一口都加很多花椒油。小慧又多喝了一口汤。小慧即将要挑战第三碗，个人第三碗是我们大胃王的1、2、3、4、5、6第六碗了。那你们要帮吃吗？没有，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最后一家。方式还可以弄到最后。最后一家，我觉得他们一定没问题。黑泽在我们录影前呢，去日本也经过了18场的洗礼，对不对？对对对。18场的大胃王的洗礼。吃蛮多拉面的，所以我觉得老板这个还蛮道地。蛮道地的，蛮像日本。我以为他是要说他再也不想吃了。小慧第三碗完食，小慧在5分30秒的时候拿起了第四碗的拉面了。阿妹再来一碗。这今天丸子蛋很特别。丸子很厉害哦，里面还有那个花枝，多了一股脆脆的感觉。对，哇，没关系，上面很特别，慢慢来。好像小菜味道会很重啊，但是第三、第四碗是觉得它很清爽，还是可以吃得下。是，而且你这每一口都加、都加那个花椒油，太好吃了吧？好吃哦。现在呢，这三碗如果吃完的话呢，已经挑战完9碗了，现在是第7碗、第8碗、第9碗了。太快了。目前时间7分整，还是我们改赛制35分钟，看他们可以吃几碗。他们可以吃40碗哦。黑泽好不容易第二碗完食，辛苦了辛苦了。第10碗，黑泽这边即将开始。OK， 第11碗。OK， 小慧拿起来是我们大胃王所有人挑战的第11碗，也是他个人的第4碗、第5碗。哎，我平常一个人没有办法吃完一碗拉面。真的吗？对，我看这样觉得有一种过瘾。因为其实他们的拉面其实的分量还蛮多的。小慧依然速速给我。怎么会这样？小慧第五碗即将完食。居然速还在速速给我。9分整，小慧完食之后，即将拿起来的是大胃王的第12碗，也是他个人的第6碗。这个汤好好喝，好喝，不会腻。第六碗依然不会腻。好，小慧的第6碗是我们大胃王的第12碗。好，阿妹现在要拿起大胃王的第13碗，也是今天晚上的倒数第二碗。第二碗。目前时间9分50秒。哎，我以前不懂什么是吃播的疗愈，但我现在站在这边亲临现场，我懂哎。我真的超喜欢吃，是有一种很奇妙的幸福感。小慧感觉要拼第44碗了，要拿最后一碗起来了。现在目前12分15秒，小慧的第6碗完成。
所以这是要第十四碗了吗？团队的，现在团队的最后一碗十四碗小会即将接成，开始，目前时间12分30秒。刚才吃到我好像吃完第五碗还是第六碗。他真的不会腻耶，而且我他现场的话 excuse me， 第五碗第六碗开始不会腻，就觉得好像还是再加点个什么哎，我听到加点一个麻辣鸭血，我到底听到了什么？第四碗第五碗开始不会腻了，因为有些面啊真的把那个仙草汤吃进去，所以它的面已经呈现一个黑色的入味的状态，是的是的，就是它的细面，即使我平常没有很爱吃细面，但是它的味道真的很浓郁，太棒了，就觉得吃完就是觉得哎有开胃，好 OK， 我们的阿妹已经完食了。还有20分钟的时间，要吃完了啦！小慧的第七碗即将完食，他决定要把汤给喝完了。喝完了，他决定要让大家见底了，看一下这个碗底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好，完食！黑泽也即将完食了。他们都要吃了，好可怕，太厉害了！汤现在也好好吃。我们全场为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在他们还没有完食之前，太厉害了！哇，刚才已经吃了20碗的肠粉。早上又吃了和牛全餐，和牛全餐六份，六个套餐，回家计算，全部完食，恭喜，太厉害了！时间16分19秒，恭喜过关。第三关的 bonus 是什么呢？时间暂停，如果需要吗？如果没有，我跟你说，是摄影机要时间暂停。对啊，你们有时间暂停1分钟的选择，你们还有我们的有人可以帮吃的选择，好不好 ？OK， 好不好吃？好吃，非常非常过瘾。你去下一家喽 ，Let's go。好，下一家呢，我们来到了外国人来到台湾都一定要来 check in 的士林夜市，最重要的好吃又好玩，对，好吃好玩还要好拍，然后。甜点，接下来换我们的细菌出马了，我们要吃什么？是女生的另一个胃，因为小慧刚刚说她还很饿。Oh my god！ 所以现在要来吃一个很厉害的等等烧，据说呢，它融合了台日美三种。台日美，有台湾的内馅，台湾的内馅，美国的外皮，美国的外皮，然后有日式的包法，日式的包法，非常的 international。最后一站到底是什么国际甜点？广告后马上回来。等等烧，老板今天要等吗？要等一下下吧。但是呢，口味超多，是不是现在有几种？十种口味，是长这个样子，对，是不是？哎呦，好想吃哦！它是像松饼吗？松饼的外皮，而且他强调我不是铜锣烧，我买铜锣烧啊。老板，你们这个等等烧是你们自己发明的吗？对，我们自创，生意超级超级好的。因为老板刚刚你是不是有讲说你的原物料是还蛮天然的？对，我们都是用天然的鸡蛋、面粉，然后蜂蜜下去制作。哦，难怪蜂蜜啊！对，哇，好可爱哦！巧克力吗？哦，红豆。哦，红豆哎，挤这么多。哎，我怎么觉得有用鞋垫呢？哎，哥哥想的一样，不好意思说。然后还有起司，还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珍珠奶茶。哦，珍奶哦，可以研发，对不对？哎，这是什么马吉吗？对，这是马吉。哦，软 Q 哦。然后待会再，待会再盖被被，上面下面卷起来。对，这个是珍奶。珍珠奶茶的。啦啦。给我啊，我可以吃吗？啦啦，会修哦。它是不是像口袋饼啊？我觉得它就是美式松饼，它是把它做得很长，把它用成外皮包起来。哦，如何如何？开心，如何吃了会开心，会很快乐，开心美食。因为你刚刚说它就是那种美式松饼，它其实比美式松饼再是要更扎实一点，是其实是松软的，是。然后它那个酱冰冰凉凉的，再配上那个皮是热热的，而且它里面的这个酱。就是奶茶的味道，是不会很甜哦。然后珍珠也是 QQ 弹弹的，它配合起来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多元文化的美食，很厉害，幸福的滋味。这个有没有像我们台式的一口汉堡的感觉？哎，蜂蜜的味道好浓哦，它有点像是南部的石头饼的感觉。马吉，有吃到料是哦，炸出来了。它们外面这个皮啊，它有那个蜂蜜的香气。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有那种甜蜜的幸福感。嗯，里面的馅料呢，老板不是用热的，是用常温的。然后它那个红豆又是带壳的，
这有没有人买回去拿去冰？有，其实它本身是吃冰的哦，对，口感会更不一样。哇，好像掉了，你没有一口一口一口接下。会饿哎，原来男人也有甜点的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更适合拿去冰，要不要挑战？要，自己选口味 ，OK。好。等等，开始。怎么比呢？细菌。20分钟之内呢，请三位大胃王要配对完成8种等等烧。好，这边呢有16宫格，16宫格呢总共有8种口味，所以呢一种口味呢有2张牌。所以呢第一张翻完之后，比如说我翻到巧克力，你要翻出巧克力。如果你翻到芒果的话，芒果要吃完之后再盖回去。OK， 20分钟之内配对完8个口味就成功，好不好？然后呢，因为你们现在呢有暂停1分钟。比如说你们吃到太多太多了，或者说你们脑袋已经打结了，就可以先暂停1分钟讨论一下。那指定帮吃的话呢，我这边就是只吃芒果。因为我个人喜欢芒果。好，那我们棒次就这样好不好？1、2、3，然后再1、2、3，好不好 ？OK， 好，第一个先让你选哈，第一个让你选先不计时。哦，第三排，1、2、3、4，第三个，好。黑巧克力在哪里呢？等等，开始计时，开始。好，可以好好想一下，黑巧克力的对应的是哪一个呢？还是黑泽选了？黑泽加油，加油，加油！黑泽，黑巧克力在哪里呢？39秒。你想选哪个？往下讲。这个。芒果珍珠，谢谢。芒果珍珠要吃完。答错。那你们可以记一下。那你们要记得芒果珍珠在这边哦，因为我要盖起来了。芒果珍珠，芒果珍珠，我要盖起来了。又要吃又要记。每个人最少吃一个才能换下一个。黑泽加油。啊，这黑泽你要休息一下，我们要换棒次，好不好？好，快讲。这个。黑巧克力哦，这个黑巧克力有没有在这里？恭喜抹茶珍珠，谢谢。但我好想要吃抹茶珍珠，抹茶珍珠好想吃哦。小慧芒果珍珠，他吃超快，吃完了啊！抹茶，好，抹茶珍珠结束。黑巧克力在哪里？这个黑巧克力呢？在哪？黑巧克力，芒果珍珠，哇塞！芒果珍珠出来第二个咯，现在知道了，知道了，好，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等一下一定会越来越快，一定会越来越快，一定会越来越快。他也吃的越来越快，他吃完了。哇，天哪，黑巧克力你觉得在哪里？这个好，当然，恭喜他们。已经吃到3个不同口味了吧？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你要换下一半还是继续？还下一半，好，你要选哪一个？先这个。这个啊，哦，这个知道是哪一个了啊？这个是芒果珍珠。好，现在来到了，我们现在解锁了黑巧克力，现在是芒果珍珠，也要解锁了。芒果珍珠刚刚第二个他们也翻出来，可是看得不清楚。他们又翻错。这个是不是？芒果珍珠 ，OK， 恭喜。待会你要继续吃还是要换小慧？哎，对不起，换黑泽。我再吃一个好了。好，你要再吃一个是不是？好，那下一个其实都可以了。感觉要吃完了耶。对。这个，想要换另外一种口味的。蜜桃玛奇。这个是酸甜蜜桃等等烧，对，酸甜蜜桃玛奇里面还有芒果，蜜桃很甜很香，然后搭配的珍珠很 Q， 呀，多重口感，玛奇 Q， 玛奇很 Q， 对，1、2、3，哎，恭喜答对，哎呦，不错哦，甜点很强哎，对，现在7分03秒，7分03秒，还有13分钟，这个，好，这个是什么呢？抹茶珍珠。抹茶珍珠，它是比较偏苦的，然后甜度刚刚好。甜苦最棒了。那个抹茶茶香是不是？抹茶珍珠第二个你觉得在哪里？第二个抹茶珍珠，黑泽还记得在哪吗？广告后马上回来。抹茶珍珠第二个你觉得在哪里？这个有共识，恭喜答对，很好很好，现在8分钟，不错不错不错，还有12分，现在已经解锁了4个了，黑泽顽石，小慧请选择这个，好，这个是什么呢？起司玛奇，感觉这边很好吃。Oh my god， 他吃完了，起司玛奇，
会不会就在这里？这个抹吉，第一盘红豆歪歪，起司抹吉在哪里呢？你家这次我还可以再吃起司抹吉，这个，确定，抹吉，恭喜答对，哇，好强哦，连吃三颗啊！换他，好，你要不要先开一个？好，我先开，开哪一个？我开这个。吃完这个以后，你们就可以讨论芒果抹吉。暂停一分钟。这是红豆，剩下珍珠奶茶没被翻到。这是红豆，对啊，不是红豆。然后我们现在猜芒果抹吉的话，不要只能猜一二三四。左边的删掉。来伸出你的左手，感觉一下这个吧，对吗？珍珠奶茶。OK， 时间到，已经是。好，时间到。所以你们接下来要翻的是芒果抹吉，是哪一个？有三个，三个。呀，黑泽，好，哪一个？下面这个。来。红地毯红豆，好，现在呢，目前呢吃完了这个了，现在你要继续吃还是要换小慧？小慧，芒果马吉在哪里？应该是那个了。这个芒果马吉，恭喜答对。看到红色突然有吓一跳。芒果马吉，现在剩下只剩下两个口味了。他们应该 OK 了，他们 OK 了。好，这里这个。这个。你吃完了怎么那么快？哦，吃超快。珍珠奶茶，有，现在就是把它吃完了。然后把它用掉，直接把它用掉。哪一个珍珠奶茶？奶茶，恭喜。那就这个啦。就这个啦。对。低糖红豆，现在时间多久了？13分30秒。好，即将过关了。那这个应该也是低糖红豆了。低糖红豆。恭喜！吃完就过关喽。现在目前时间14分整。他们真的不需要。我们游戏怎么设定，你们都不会输哎，真的超强的。耶！好，完时14分38秒。完时，指定帮吃也没有用到，看最后一个是什么，会不会奖金10000块？菜金1200块钱。罗家今天第一次跟我们家录完影，感觉如何？第一次亲眼看到大胃王在你面前把所有的食物全部塞在胃里面的感觉。哎，我觉得真心感动哎，就是我看到大家就是很快乐的吃东西，莫名会得到一种很疗愈然后很幸福的感觉，所以就会觉得度过了真的很快乐的一天。谢谢你们。而且发现说他们吃也不会胖，我们这样我们就吃起来吧。我们也不会怕，就是、好好吃。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一班见，拜拜。